虽然这是我女儿穿过的凉鞋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就送给小丸子吧。那么，承蒙您的好意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高文阿姨。姐姐，你快看快看呀，高文阿姨给我的凉鞋，很可爱吧？啊，真的很可爱呀，但是。这双凉鞋好像跟你的衣服不太配啊。好像是啊，但是在夏天穿 T 恤是最好不过的了，特别舒服。小丸子，想要漂亮，忍耐也是必须的哟。忍耐？是的，对女人来说，即使脚会很痛，也要穿上高跟鞋，而在寒冷的冬天呢，也一样会穿上短裙。是这样的。不对，这样的忍耐跟刚才说的有点不同。第二天，妈妈帮我梳个丸子头吧。小丸子，你干嘛穿成这个样子啊？就别问了。小玉莲子，小丸子，小丸子怎么回事啊？好可爱啊！真的吗？这样打扮的小丸子看起来很像大小姐呢。这双凉鞋也非常可爱呢，是别人穿旧了的，我倒是很喜欢。小丸子大小姐，请过来荡秋千吧。谢谢你啦。这不是英同学吗？是花轮同学。太谢谢你们了，花轮同学，秀大叔。对了，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吗？是要去听演奏会。你这样确实是演奏会的打扮呢。会迟到吗？没关系的，再说也没什么必要着急啊。本来跟妈妈约好见面之后再一起去的，可是她有急事去不了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真是太遗憾了。英同学，你今天这样的打扮非常漂亮呢，难道是要去什么地方吗？这么一说，今天的打扮好像是不一样。不是要去什么地方，只是跟小玉他们一起出去玩。对了，英同学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听演奏会呢？不然妈妈的那份晚餐就浪费了。晚餐？既然是这样，待会儿就由我来打电话去英同学的家里说明情况。花轮同学，旁边坐的女孩是谁？怎么看起来有点像英同学啊？我回来了，听了美妙的演奏会，又吃到了美食，好像梦境一般的奇遇呀。只是因为穿了这双鞋，幸运的事就发生了。第二天，裙子已经洗了，我本来还想今天继续穿呢。你不是说要去游泳吗？那就没有必要再打扮了吧。可是那双可爱的凉鞋跟 T 恤一点都不搭配。那你今天就穿沙滩鞋出去吧。真是的，怎么办呢？漂亮就必须忍耐，为了漂亮忍耐。哎呀，是英同学呀。是美环同学。英同学，我正好有事要问你。我问你，昨天是不是坐过花轮同学的汽车了？你坐了吗？没有，我想你一定是认错人了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我约好了要跟小玉在游泳池见面的，那就再见了，英同学。今天为什么打扮得那么漂亮？难道真的只是跟穗波同学见面吗？当然了，再见了。啊，小丸子。
小玉。怎么回事啊？小丸子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走吧，赶紧换上泳衣吧。哎，今天不能游泳吗？啊，虽然很遗憾，但是也没办法。还是回去吧。我好想赶紧把衣服脱掉啊。哦，丸子啊。哦，爷爷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现在去百货公司买点东西。丸子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去百货公司肯定很凉快，说不定还能吃到冰激凌的。我要去。嗯，对了，你为什么要穿长袖啊？原来是这样啊，丸子是为了搭配这双凉鞋才这样打扮的。就是这样啊，小玉他们说我看起来像大小姐一样，感觉真好啊。不是，丸子可要比大小姐更可爱，对我来说应该是小公主。但是公主只有一件漂亮衣服可以穿出来啊。丸子，对了，我们去买一件配这双凉鞋的夏天穿的衣服吧。哎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哇，真是太谢谢爷爷了。果然穿了这双鞋子就会有好事的，不愧是一双幸运的凉鞋呀。我出门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丸子久等了，现在轮到丸子了，走吧。你没事吧，丸子？丸子啊，我们不买衣服了，爷爷给你买一双凉鞋吧。爷爷，对我来说这双凉鞋就很好了，你看这件怎么样？啊，很好，很适合你。那就买这件吧。让我看看。糟了，竟然这么贵呀！对不起，丸子。对不起啊，要是知道丸子会跟我一起来，我就会多带点钱出来了。没关系的，爷爷。那我们去吃点凉凉的东西吧。太好了。好多人呢。几点了？嗯？什么时候才能碰到？好想吃一口甜甜的梦幻刨冰啊。野口同学，樱同学，那个鞋子怎么了？绊了一下，凉鞋就坏了。要小心一点哦。小心一点啊，没关系的，刚才爷爷帮我修了一下。还是赶紧把这换掉吧。哎，换掉，换掉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他说的换掉，应该就是以前说的换掉一副木屐带子的意思吧。以前有这样的说法，如果木屐的带子断掉的话，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野口同学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？不好的事情？不要在意这种事情，这只是迷信罢了。实际情况是，凉鞋坏掉之后，不好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没买到衣服，也没有吃到凉凉的刨冰。不是这样的，这双凉鞋可是我的幸运凉鞋呀。美环同学，樱同学，你去什么地方了？哎，我说你一定是去跟花轮同学约会了吧？竟然被你抢先了！不是这样的，美环同学。我回来了，啊，好累呀。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在盛夏穿这样的衣服啊？不是那个，其实是竟然出了这么多汗，看来必须送到洗衣店去洗了。对不起。第二天，这双凉鞋要是不拿出去修的话就不能再穿了，我得拿到鞋店去，你先别穿了。这也是没办法呀。
这样最好了。要出去的时候再好好打扮吧。我出门了。小丸子认为，比起漂亮，最终还是选择轻松更好啊。青春活力的有藏。冰激凌，冰激凌，爷爷能和我一起散步，真是帮了我大忙啊！只要丸子开开心心的，我就开心了。那是因为妈妈老是说写作业，写作业，真是烦透了。每当妈妈生气的时候，房间的温度就会上升一度。小丸子，好了，不说了。爷爷，你今天穿的 T 恤看上去很凉爽，很棒呢。真的吗？不错吧？看上去更年轻了，挺适合您的。是这样吗？是的，看上去年轻了10岁。能被丸子表扬，那我这件衣服就没白买。的确看上去更年轻了。是吗？嗯。这是新产品香蕉口味的糯米馅饼，我要尝尝这个。哦，要吃这个呀。哦，那个是一直缺货的点心。是的，今天刚刚到货的。啊，爷爷，这个非常受欢迎的，没多久就会被卖光的，给我买这个吧。当然可以。给你，全都买啊！太谢谢爷爷了，英老先生。啊，哎呦，是你呀，真巧啊！是呀，孙子到家里来玩，我想来这里给他买点点心，但不知道他喜欢哪个。这样的话，那个点心非常受欢迎，还有那个香蕉味的糯米馅饼也是新产品。哦。英老先生真是年轻啊，那么我就买那个吧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让你久等了。怎么了？我刚给朋友推荐了你刚才买的热卖点心和新口味的冰激凌，他居然夸奖我说，英老先生真是年轻啊，这多亏了丸子。是吗？那么我以后不管想买多少漫画和点心，爷爷都可以给我买了。爷爷和小丸子一起永远保持年轻。是啊是啊，我要和丸子一起永远保持年轻。我回来了。怎么中午又吃鱼啊？你就不要抱怨了。我说爷爷，你是不是偶尔也会想吃一点肉啊？大口大口的咬，大口大口的吃肉。今天充满年轻活力的我正应该吃多汁的肉啊。妈妈，我也要吃肉。只不过现在来不及再准备了。是这样啊。爷爷，一起去游泳池吗？家里实在太热了。什么？去游泳池？是的，很好玩啊。爷爷，去吧。可是我都好长时间没游泳了。爷爷还很年轻呢。是这样吗？看上去很年轻。真是年轻啊。好吧，一起去。哇，真舒服啊。太好了，爷爷。身体好轻的，好像还可以游很远的距离。晴朗的天空，耀眼的太阳。这位不是滨崎先生吗？英老先生的游泳技术可真棒啊，你显得可真年轻啊。没有，没有那么夸张啊。既然滨崎先生也在看的话，那我就游自由泳啊。怎么肚子两侧开始疼了？加油啊，爷爷！这回是脚，脚抽筋了！哎呀！爷爷，又不服老了？即使想着自己还很年轻，事实上的确是老了。哎，我这把老骨头真的没有用了。
您没事吧？丸子啊，难得去游一次泳，还让你担心了，请原谅我这个不中用的老头子吧。爷爷游泳的时候可真是太帅了。丸子，哦呦，打扰了。来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刚才是谁啊？是冰淇的爷爷来了，他散步的时候顺便把爷爷落下的东西送来了。哇，我居然忘了把游泳裤带回来。是啊，因为脚抽筋拼命地穿上短裤，却把游泳裤忘在了更衣室。一位是忘记了游泳裤的老人，另一位是从游泳馆散步回来还送还我遗忘东西的健康老人。和我比起来，难道不是滨崎先生更加年轻吗？爷爷，谁都会有遗忘东西的时候，而且你刚才脚还痛呢。是这样吗？要吃鱼吗？白天吃的也是鱼啊，我不是中午说过想吃肉了吗？竹夹鱼干不是挺好吃的？是啊，我也像晒干了的竹夹鱼那样，所以今后我也要像竹夹鱼那样生活下去，觉得自己像晒干又干又瘪的竹夹鱼干，有脏延续见长的排具。第二天。爷爷。什么事啊，丸子？爷爷，一起玩这个吧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哦。我能破解得了吗？当然可以啦，而且你看呐，奖品中还有一把健身椅呢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嘞。这一题，有一种作为调味料的鱼酱，在日本分为盐汁或者鱼酱等口味，这种酱在泰国叫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呀？完全没有头绪啊。好像有这种调味料叫鱼露。那试试看鱼露。真好，真棒啊，爷爷，这是烟不？正好之前看过这类的电视节目，记得可真清楚啊。那么下一题，给心爱的人送的信叫做恋文。爷爷，这个是以情字开始的词语，那么就应该是情书啦。哦，连丸子也猜得出啊。那么下一题，强者也会有的东西是什么？以乐开头的五个字，乐，眼泪，原来是泪痣。丸子，不是乐是日开头的，那应该是弱点。哎呀，是这样啊。那么下一题，今年西城秀树的热门歌曲是什么？满是伤痕的罗拉。凭借《空太阳线》出名的演员是吉野明。爷爷，你太厉害了，一下子都答出来了，果然还是爷爷年轻啊。年轻？你是说我吗？因为你的头脑可以转得那么快，而且偶像的歌曲以及名字全都能回答出来。丸子，要是我们中了健身椅的话，爷爷一定会像秀树一样年轻帅气的。我像秀树那样啊？剩下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都解决掉。好，小丸子。你玩得这么开心，暑假作业应该已经全部做完了吧？你不要每次都等到快要开学的时候才开始拼命赶假期作业。没关系没关系，马上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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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吗？遵命。爷爷，一起来玩吧，这次一定又能训练大脑了。我来做没关系吗？没事的没事的，这个也是为爷爷准备的。你看，这些只是普通的填空，就跟纵横填字差不多的，来做做看吧。是吗？我试试看。
答出来了，答出来了！现在我生了锈的脑袋又开始飞快地转起来了。加油，加油，耶耶，加油！你又在干什么呢？这个是，自己的作业要自己完成。亏你想得出来。那一天，想要变得年轻点的76岁的有藏，因干劲过足而陷入了和9岁的孙女一起被驯化的窘境。妈妈，不知为啥身体很疲倦的，也许是夏日倦怠症。明天的返校日可以不去上学吗？要是非去学校的话，请给我吃点让我打起精神的食物，就是带有馒的那个。下一集《淘小丸子》讲的是小丸子想吃鳗鱼和藤木忐忑不安的返校日，敬请期待哟。